百万 YouTuber 波特王踢爆中国邀台湾网红互惠旅游拍片，引发文化统战猎巫潮，不少当时飞往当地旅游的网红都卷入风波。时隔两个多月，近日有网友指出，前往拍片的第二波网红似乎已经纷纷冒出来，掀起热烈讨论。有110万订阅的 YouTuber 给你这周要干嘛，近日前往新疆旅游，因此也被网友点名。但频道成员 Ariel 强调，旅程早在半年前就规划，单纯只是与好友的休假之旅，并没有规划拍片或收取任何费用。我今天还被鸟屎滴到，我是没有觉得很香，澄清自己并无收钱说好话。